桜が満開の季節。人々は嬉しそうに連れ立って出かけ、大自然をいっぱいに享受しています。奈良の唐招提寺はいつもと変わらぬ静けさに包まれています。ただ、一葉の葉を叩く小雨の音がまるで低い鳴き声を上げているようです。梦到栋梁摧折，我心里很不安。栋梁摧折，栋梁摧折，师父。763年，师父原籍于日本奈良，享年76岁。9年了，从师父踏上日本国土，已经9年了。师父不畏一切艰难困苦，带领我们建造了唐招提寺，也确立了日本佛教的戒律制度。回想这一切，能有幸在恩师的门下修习佛法，实在是万世修来的福分。但这一切都要源自公元733年日本国派遣留学僧远赴大唐说起。你在想些什么？我在想，在我们之前已经有许多次遣唐船队来大唐，不知道有几百几千人都已经丧生，能够侥幸生还的人也许只是其中的少数。所以啊，我们日本国所有宗教和学问的成长都是拜这些人的努力之赐啊。哎呦，普照师、荣瑞师，你们俩真乐观啊。我们在海上漂流了快3个月了，还不知道大唐在哪里呢。玄老师别这么说，赴唐取经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个目标远大崇高，对我国佛教有重大影响，不然谁会愿意漂洋过海，对生命下这么大的赌注呢？你们千里迢迢来唐土，不虚此行啊。我自己打算专攻律部，此外因为受到托付，要在唐土邀聘戒师前往日本传法，所以我需要一面用功
一面为这件事情打好基础。邀聘借师到日本国去？是，佛教在日本相当兴盛，但是僧团的管理制度却不全。怎么说呢？哈，最重要的是僧团不按戒律，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规范这些僧团的行为，以至于不少所谓的出家人行迷堕落，一派混乱。哦，竟有这样的事。依我看，你们经历万险，终于安然抵达，这冥冥之中必有不凡的因缘，我看就先安心的住下吧。来来来，小心小心啊！好，饭菜拿好了。来来来，下一位。哎呀，哎，大和尚来了，您来了。团头，你不方便，就别动了。最近两天，涌进院里的人数又多了起来。是啊，想想师父要主持这救济的悲田院，才是真辛苦啊。这里少不了你呀、啊。倒是官府应到的救济食粮，若是稍有应接不及，要请你多多承担。大家都是落难人，哎呀，万般不得已，米饭掺水稀薄将就点儿，也就下肚了。但是这人情却千万薄不得，这道理啊我知道。那就好。哦，屋里还有几位啊，都是病重的，请师父多留些时辰为他们看看。哦，好。和尚，请您施舍点吧。我已经好多天没进食物，身上还有病。原以为啊，这洛阳好营生呢，哪知道饥荒年呢。介荣师啊，没想到大唐国土也有阴暗的一面呢、啊。那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一路以来不断地听说呀、啊，扬州大明寺有一位鉴真和尚正在主持悲田院，专门为贫病孤苦的人治病。大和尚啊，还亲自为病人煎调汤药，医德跟医术啊都是一等一的呢。所以我们想去投靠这位大和尚。和尚，您若是能伸出援手，胜造七级浮屠呢。是啊，我不是大唐人，身上没什么银两，这几个白馒头跟你们结缘吧。谢谢。待会儿帮忙到滩头刘先生那里多进些杜仲和白果仁。师父，另外明天的三坛受戒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请师父今日早些休息。没想到我们在洛阳一待就快要三年了。好在这三年来钻研四分律书等经文，多少也有一点心得。不过佛法浩瀚，越钻研越觉得自己的渺小。我倒是想要离开洛阳四处去看看。唉，真是令人气馁，算起来1000多个日子了呢。
我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批驳我的返乡申请，将我强留下来究竟有什么用呢？你这个没志气的家伙，不要再讲了。我呢，希望有机会能用双脚尽可能地走遍大唐广大的土地，穿上僧衣，从现实生活中体悟到更多的学问。还好我早就觉悟自己不是做学问的好材料，所以我会专心打听哪里有愿意东渡传法的戒师。至于做学问，我看还是靠普照师吧。在我心里，学问应该是在生活中追寻。先前我在市集上听到人们说起扬州有位鉴真和尚专为贫病苦难者施药救助，这些事虽然在佛典当中可以看到，但是总不如亲眼去看一看来的实在。看来玄朗师才是最有福气的人呢、啊。秋凉了，帮他盖上被子吧。我们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太强人所难了？是啊，我也觉得这个要求太勉强了。以鉴真大和尚在唐土佛教中的地位，我想要他去我们日本国是不可能的。凡事总是要试了才知道，要是不努力就放弃了，那如何对得起日本的佛教呢？两位法师别担心，连我高丽森都愿意前往了，想那大和尚应该也会愿意前往日本国传法的。如海，等一下你只要安静地聆听就可以了，千万别躁进啊。哦，诸位菩萨就别担心了，我虽不觉得师父会有意愿前往日本，但师父弟子满天下，找位德行与修行都符合的法师前往应该不难。是啊，我想就随顺因缘吧。再说我们能有幸亲眼见到鉴真大和尚，也可算是不虚此行。师父，明天道行师兄应该就回来了。哦，道行是为传戒法会回来的吗？是的，安国寺的住持龙尊长老云游去了，我们赶忙捎信请师兄从长安赶回来。明日三师七正的十位法师刚好圆满。哦，十位戒师都应该是戒行清净，智慧具足啊。我佛门中僧侣要取得合法地位，都必须经过受戒，由三位受戒师外加七位受过大戒的僧侣当场做见证。这具足戒是出家人圆满完全，从此成为僧团一员的重要大典，千万马虎不得。是的，师父，我还听师兄说，当年佛陀见到弟子做错了事，总是随机设教，根据教义、修行和传教的需要而制定出相应的戒规，从此以戒为依规，持戒、禅定，终而生智慧。戒律一方面激励僧侣诚心向学，一方面修正偏差的行为，是修行的根本。道行师兄的这番开示听得我们真是法喜充满呐。师兄还说京城里都尊您为江南第一戒师，说是扬州城有位鉴真大师渡人受戒凡四万余人，许多人都很想亲近师父您呐。都是虚名，不许挂意。你们看，
这就是大明寺，大明寺到了。大和尚，我们来到唐土就是要敦请德惠兼备的戒师东渡，如今一晃眼已经整整十年了，从洛阳、长安到扬州，终于见到了大和尚。我们大和尚，我们日本国从圣德太子就定佛教为国教，关于兴隆佛教的诏书也已经颁布近百年了，但是由于法律规定，僧众们可以豁免刻印，以至于许多人借由加入僧籍而躲避刻印，农民大批流亡，僧侣堕落腐化，戒法不全，因为没有完备的僧侣制度，所以增添了许多有名无实的僧人，这些都成了日本佛教发展的威胁。我们听说大和尚分散在八方的弟子都是鼎鼎有名的学问僧，不知道在大和尚的众多弟子当中可有愿意随我们东渡回日本国为我们传法受戒的能者。大和尚，我们日本国佛教能否兴盛，这位戒师至为关键呐。我也听说过，日本曾有位长屋王子十分崇敬佛法，他还用心制作了千件袈裟广施国内的大德众僧，袈裟上还绣有山川异域，风雨同天，此即佛子共结来源四句话，可见日本确实是个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师父所说甚喜，至于说日本国戒法不全，完备的僧伽制度就难以建立，这倒是生在唐土的我们从没想过遭逢过的局面呢。所以诸位，能在僧伽制度完备的唐土修习佛法，实在是难得的福分。现在他们有所邀请，在座诸位有谁愿意东渡日本传戒法的吗？师父，日本国那么远，弟子们恐有性命之虞，更何况要横渡那浩渺的沧海，恐怕一百个人里也难得渡一个人过去吧？有谁能预料？其他没有人要去吗？此去为的是佛法呀，诸位。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弟子们进修未备，道果未成，所以都不敢前往。也许你们考虑的没错，东渡一行充满危险，有可能就此葬身海底，更何况私自出国也是触犯国法，
但是遥想先贤们，像是法显法师、玄奘法师，也是不顾他们生命的危险，努力寻法求法，才让我们有这样的好环境学习佛法。既然你们都不愿意去，那我去。师父，和尚，大和尚，感恩大和尚为日本付出。师父若去，弟子愿意跟随。师父，道行也愿前往，道行也愿前往，神冲也愿前往，谭进也愿意跟随。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随着师父展开了东渡之旅。你们都愿意随为师一同前往，但我不能把你们都带去。在唐土，佛法也是需要传承，更何况渡海是违禁。所以我圈选了17位。道行，你也去吗？你可是要割舍下眼前一切的努力和成果啊。师父都能舍，弟子怎会有挂碍？祥燕，你真的愿意随为师东渡日本吗？是的，师父，徒儿愿意。道兴，徒儿也愿意。谭静，徒儿愿往。神虫，徒儿愿意。为师父，航程上所需的粮食，未来在奈良用得着的佛具、佛像、佛经和药品等等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对外都声称是要到天台山国清寺参拜，物品都是为了供养僧众所做的准备，目前正分批集结运往大明寺和寂寂寺。至于在东河修造的大船也已经接近完工了，预计明年春天顺风的时节起航。航路有3条，是否请师父决定？此时唐土至日本的航路有3条，不管选哪一条都极具危险性。我刚刚就选一条，选哪一条好些多，这样可以比较快到日本国。哎呀，既然都有危险，只要能到达日本，哪一条航线不都一样？不过呢，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人选的问题啊。道行师父，此事不难。师父，我们是为传戒法而去，去的人就应该具备相当的修养和高洁的品德，学行浅薄、行为苟且的人，我看可以不必了。
此时选择风险小的航线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就在意吧。没想到来扬州半年就可以动身回日本了，真恨不得明天就踏上故土。想想这会儿应该是樱花盛开的时候了。你这一说我也才想起，要不是请介师的任务有了着落，我都没觉得来唐土已经快十年了。现在啊，鉴真大师即将随我们东渡返国，突然之间我发现我的思乡病原来是这么重啊。哎，你们会不会觉得这群聒噪的鸟儿叫声让人怪不舒服？没问题，不用担心，以后最好不要在师父面前说如海的事。虽然他德行不足，不过总没大害。是啊，你们瞧不起我。好，师父，师父，快跑啊！日本僧人在哪里？放开我，搜一搜！不要抓我！你搜那边。是。日本僧人在哪里？在哪里？师父，师父，快跑啊！官兵来了，说是要搜捕日本僧人，你们赶快躲起来，快点，快点！来抓日本僧人的。搜，给我仔细的搜。你们看看。我看你们先去避一避。是，哎，站住！你还想跑啊？哎，走！放开我！你放开我！走啊你！还跑？快点，快点！走仔细一点！放开我！放开我！走啊你！快点！你赶快让我走啊！你去走，快点！快！这边有没有？不是我！有大人呢！放开我！到这边来！快点！走！哎呀，走啊！快点，走，快点！大胆僧人，你们一共有多少人跟海盗勾结？海盗？大人，你说谁是海盗？别跟我装糊涂，我都知道了。还是说吧，你们出海要去哪儿？怎么跟海盗接应？启禀大人，我是当朝宰相李林甫大人兄长李林宗大人的家僧，打算送些日常用品去天台山的国亲寺，因为陆路难行，所以就造船走海路。事情就是这样。你有何凭证？有李大人的亲笔书信为凭。来人呢？在。把提报的那个人带上来。是。走。不想挨。是你？原来是个刁僧，竟敢诬告童三，戏弄本官。大人，小的说的都是实情。来啊。是。把这个刁僧压下去，杖责60，遣返原籍，勒令还俗。是。你们总算回来了。还好在大牢里官差对我们很客气，只是一关就是4个月，意志都被消磨了，像悬朗似的。起了退转之心吗？可以理解啊，道行也回长安了。好不容易造好的船也没有了，我们的心血全白费了。不必愁，官府已经发回了我们当时准备的大部分物资，我们只要再准备些粮食和船就可以了。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师父，你不招师还一直不让我问。师父，我们都不敢开口问东渡的事，就生怕您为难。哦，成就大事怎么可以因为一次的失败就气馁了呢？更何况像东渡日本的这种。就这样，师父出资向岭南道采访使刘巨林买了一艘军船，这回还特别征选了优秀的玉工、画师跟雕刻师等等工匠，随师父一起东渡。我想未来的奈良一定会像长安城一样的雄伟。开船啦！开船啦！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要回日本国了。龙瑞师，不要那么大声的嚷嚷。啊，虽然你说的没错，我们在大唐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学到了很多新东西，也请到了鉴真大师，要回到阔别十年的故土，这些固然值得高兴，可是你看看这船上除了咱们俩以外的83个人，却都是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土地，别离生养他们的故乡啊。尤其是师父，他毫不留恋地舍弃了在唐土崇高的地位，阔别了成千上万爱戴他的信徒，这些种种不值得我们敬佩吗？我们还能光顾着自己高兴吗？这是我随师父第一次远行，江水冰冷，寒风刺骨，大家几乎快要昏厥过去了。恍惚之间，仰望着师父安坐在那片雪白如银的芦苇丛上，就像是一块巍然耸立的巨石。隔天清晨，阳光朗朗地照在江面，照上浅滩，照遍船难中的每一个人，船只斜斜地停在岸边，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水手们蹒跚地从船上走到浅滩上来，向师父禀告船的损伤并不严重，储藏的物资也都还在，等待下一个顺风就可以起航了。但是风浪依然很大，耽误了修补的进度，我们一群人只好先回到舟山群岛北面下雨山慈航寺里休息。鉴真师父也利用这个机会在这里讲经说法，等待下一个出航的时刻。
新年在风中是许愿，心思眺望远方，前路太苍茫。儿时的手，我敢随动，寸寸旅途难走，手指不动我一败千千。天后负责海事的官员把我们接回路上，我们被安置到阿育王寺去，而其他的水手工匠则通通遣返回乡。师父，越州龙兴寺的师兄们盼您能为他们讲经说法呢。来人说，师公道岸律师圆寂已经27年，龙兴寺从那个时候起就冷冷清清的，不再像当年一样享有那么高的声望了。天暖些，等你的身体爽利了，我们就走一趟吧。师兄一路上辛苦了，盼了您好久了，真是望穿秋水啊。我也惦记着大家。自从师父圆寂之后，龙心寺就再也没有德高望重的高僧来主持，正是海皆合一，山崩安养，愧对道岸律师啊。此行师兄还打算回扬州吗？大概不会回去了吧。那么诚请师兄留待龙兴寺，不知可否？越州山明水秀，龙兴寺又是大和尚住持过的，我当然愿意在此与众比丘共研律学，光大佛教啊。可是我们东邻的日本国要建立严格的律法，整顿律纲，那里更需要我。我只有谢谢诸位的高仪了。没想到师父表明东渡的决心，反而让龙兴寺的三纲师兄们为了让师父留在大唐，竟然秘密告官。快点，快进去搜！你们要做什么？站住！哦，放开我！快走！放开我！师父呢？我要见师父！快走！傻骡子！师父，师父，师父，荣义师、普照师回来了。荣瑞，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师父了。荣瑞，你们千辛万苦涉水跋山，才脱离了海难，又遭到拘禁，你们虽不是我中华子民，但道心人心相同，我已将所有的供养金交给法界，要他去福州准备船只及食粮。你们安心，东渡日本之事绝不放弃。多谢师父。荣瑞，你的身体。师父不碍事，只是在狱中生了场病。要多保重啊，东渡的大愿还要多倚重你呀。山岳师兄，小心！胡老师，你走山路真在行啊。啊，这没什么，我从小就生长在山里，习惯了。哎呦，这里的景色跟我的家乡好像啊。从这里到永嘉再到福州，一路上都得翻山越岭，你有的看了。不过祥燕师兄啊，你就要更加受累了。没的事，只要跟在师父身边，我就踏实了。啊，还有荣瑞师，也是让我们佩服。都折腾掉半条命了，他就认准了要请师父东渡。拖着这样的病体，真是苦了他呀。师父发愿东渡日本，这两年来历尽了千辛万苦都未能达成心愿，这一次的出航几乎丧失了性命，这真让我们很不安呐。是啊，东渡日本路途遥远，是生是死难以预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留住大和尚。灵佑长老，扬州各寺院为这件事已经议论了好久，但是都不敢造次。不知法进师兄在福州是否买到了船？这次去福州买船，应该比在扬州方便些。法进办事向来仔细，相信啊不会辜负所托的。就这样，我们一行人走陆路前往福州，准备东渡。大和尚辛苦了，请您早些休息，寺里简陋，您多多包涵。师父太客气了，出家人哪会挂意这些。既然这样，就请大和尚您多留几日吧。不了，还要赶路呢，叨扰一晚，明日便走。往那跑！跑跑跑！不要抓我！有请鉴真和尚说话。有什么事吗？前几天江东道采访时，收到了一张联名的禀帖，禀帖上恳请朝廷务必帮忙把大和尚留下，不要东渡。留下？是逮捕吗？不敢，我们奉命要护送您回扬州去。可否告知禀帖上的署名？是扬州各大寺院的三纲和大明寺的灵佑长老。灵佑？就这样，我们被护送回扬州，而师父对灵佑师兄处理此事的方法一直不谅解。师父，师父，师父，我们好想你啊！
如今我才知道我错了。我累了，你走吧。师父，我要一直等你肯宽恕我了才离开，否则我就一天一天地站在这里，师父不原谅我，绝不离开。灵佑师兄抱定了要师父原谅的决心，每天夜里都站在师父疗房门口，一站就是一整夜。灵佑自作主张恳请师父宽恕。你不用我的宽恕，我不再用你这个弟子。你白跟了我这么多年，身为师尊的弟子应该是把众生放在第一位，但是我实在想不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师父，我本来是想把您迎回，您就可以不受山高之嫌，可以远避水深之恶。我累了，你先走吧。从灵佑师兄坚持请罚的那一天起，师父这扇能够看到灵佑师兄的窗就再也没有关过。不忍看着灵佑师兄罚站忏悔，各寺院的三纲和大德都来为灵佑师兄说情。50多天过去了，灵佑师兄还是像一尊泥塑一样坚定固执地拒不离开。然而看着师父每天望着灵佑师兄的神情，相信师父内心还是很心疼灵佑师兄。到了第60天，师父终于开口了：“你也是能坚持的，你的心也是勇猛过人的，把你这份心用在随我东渡传法上该有多好。”师父身心劳累，苍老如此，是弟子不舍。师父，弟子真的知道错。哎，你歇息去吧，我原谅你了。师父，我们要向您告别，离开扬州了。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官府就不会放松对此地的监视，那样只会给师父带来更多的不便。不如我们先离开一阵子，再想别的办法。这样也好，只是你们要记着，为了弘法，我去日本的决心并不会改变。我是不会就这样回日本国的，我等着你们回来，不要失志啊，一定要有信心。荣瑞师跟普照师再回到扬州，已经是3年后天宝7年的春天。这3年里，师父移居崇福寺，似乎完全淡忘了东渡的事，也绝口不提昔日的宏愿。官府眼见这位已然61岁的老人
应该累了，也早该休息了，所以渐渐松懈了戒备。师父，您瘦了。你们回来的正好，我天天在盼你们呢。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得到世尊的庇佑，实现我们多年的心愿。师父，您的眼睛……哦，不碍事。我刚刚从东河回来，新船在那儿打造呢。新船？这次东渡的人数包含你们总共是35位，所携带的物品则大抵和上次的内容差不多，算算应该是6月吧。挑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分批前往星河登船。出发的行动务必要比上次更秘密更迅速，为了避人耳目抢时间，这一回造的船比上次来的小一些，当然也简陋一些。我在新河时初步验收了，这艘船只有舱底，没有无形的舱房，不会太显眼太招摇。6月27日深夜，四周黢黑一片，东渡的船由新河起航了。风向时顺时逆，走走停停，才到舟山群岛已经是金秋9月了。大伙儿心神不宁，梦里都期盼着，希望这回能一帆风顺地抵达日本。你们看，好漂亮的一座山呢，我们看到陆地了。好像不对耶。两位师父，那不是什么山啊，那是海上汇聚的水汽，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啊。船老大，快回头啊！我来帮忙，我来帮忙。浅滩可以停靠，可是这一次除了海水什么都没有啊。对啊，月亮都没有，我连你的脸都看不见了。师父，你还好吗？还好。看来这次东渡仍然不能一帆风顺吧。这让我想到海那一边的日本盼望着我们带去纯正佛法和严格戒律的僧侣，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修习佛法。天下的事很少有一次就能完成，所以尽管无常来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后来我们的船漂流到了蛇海，海里的蛇大的有1丈多长，小的也有5尺左右，色彩斑斓，非常的吓人。船就这样在蛇海里漂了3天，最后大家都受不了了，纷纷把眼睛闭了起来。接下来的3天进入了飞鱼海，一条条银色的鱼从海中跳了起来，它们能像鸟儿一样的飞行一段距离，再落入海中。白白的鱼身不停地闪烁，
在蔚蓝的海面上呈现出了异样美丽的光色。把他们赶开！怎么这么好啊？走开了！真悬，从没碰过这样的异象。说的是啊，不知道明天还会遇上什么呢？下雨了，下雨了，师父，我们终于有救了，有救了。看，这几条白鱼一直在我们前面，好像在跟我们招手哎。你们快过来看呐、跟着鱼儿走。真是不可思议，一群白鱼就这么引领着我们到达了陆地。这一次我们总共在海上走了14天，才到了可以靠泊的岸边。算算时间，已经是冬天11月了。哇，这地方好漂亮哦！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应该是冬天了，但是这里花朵缤纷，还有蝴蝶飞舞。到底是什么季节？是夏天吗？还是冬天？这里完全让我迷惑了。这里生气如此丰沛，没有半点人烟，未免也太奇怪了。诸位好。诸位师父，你们是从哪来的？来这个地方想做什么？这位是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师父，我们想从扬州东渡去日本，可是不幸遇上了风暴，飘到了这里。哎呀，你们飘了这么远呢、说话小声点、我们几个人来这里跟当地的土人做生意，各位师父碰到我们真是运气好，要不然连性命可能就不保了。性命不保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土人非常凶悍，你们快点离开吧，快点走，这里一刻都不能留啊。那么请问你们，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岛没有地名，再往南走可以到镇州，我们就是从镇州来的。咱们快点走吧。走吧，快点走吧。到了镇州啊，我们竟然来到了唐土最南端。不行，通知大家快点回到船上，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大家不要暴露在危险中。是。呀！大家小心！再去拿一些果实和蔬菜来。是，师父。不止你，还要喂饱你的家人。
他只是想要点吃的，没有什么恶意，希望不会再有人来了。开船去郑州。开船！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出发吧。放心，不碍事的。让路，让开，让开，让一让。啊！难道又是来捉拿我们的吗？别担心，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无需做其他臆测。郑州通判冯崇寨大人闻报大和尚驾到，特派我们前来恭迎，请，请随我来。下官知道大和尚要来，特此迎接。敢问你们当中有姓丰田的人吗？啊，没有哎，没有。没有。大人的意思是，啊，大和尚，下官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前世的舅舅，现在转世成为姓丰田的和尚，要来郑州看我。哼，没想到今天早上真的接到禀报，说赫赫有名的鉴真大师已经来到我们千里之外的南国呢。我看这冥冥中也许有某些缘分吧，只是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人本姓丰田呐。既然如此，就让下官奉大和尚为舅父吧。就这样，本来要往北去日本国的行程竟在冥冥之中跑来了唐土最南端的郑州，而且被当地官府恭敬地安置于大云寺中。大云寺是一座年久失修、几乎已经被废弃的佛殿，外表破败不堪，好像随时都会倒塌的样子。师父决定先行修缮大云寺，也趁此机会暂留郑州讲律受戒，不知不觉也度过了一个秋冬。这虽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日本，但是师父这样一有因缘就将佛法传播至各地的心念跟做法，实在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今天好多了，你看看，我都有点跟不上你了。是啊，今天脚步特别轻快，大概是因为又要再出发的关系吧。哦，原来荣瑞师用的竟然是苦肉计啊，师父不舍他，所以就动身了。荣瑞师，你怎么了？师父还在大云寺。你先别急，休息吧。不行啊，我怕等不及，我们明天就动手。荣瑞师，师父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不用担心。荣瑞师，师父就在你身边。元宵永远跟着师父身边，可惜现在不能。
能如愿了。荣瑞，有你这样的僧徒，佛教在日本一定能够重振纲纪，振兴起来的。荣瑞师，荣瑞师，你要坚持，要等到那一天。师父，对不起，我错了。我来唐土18年了，最近这8年都跟着师父，心里头一直有个疑问，想问问你们。啊，没想到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时光是过得快，我是想知道，你们真的想去日本吗？啊，怎么突然问这个？我来说吧，对于要去日本还是要放弃这个打算，我们一切都听师父的。至于你，我想不管师父怎么打算，你总是要回日本的吧。师父已经63岁了，这2-3年来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想到他这年纪还要拖着衰弱的身子冒生命之余受流离之苦，我就不忍心啊。师父，怎么了？我想离开了。明了。哎，以前都是荣瑞在急，现在重任落在你身上了。好吧，我们明天就离开。不是的，师父，我想就此拜别师父，我想了很久了。普照师，我不能再让师父去受那流离之苦了，我承担不了。这一阵子我的内心痛苦至极。普照，你的心意我很能体会，不过有一点你要记得，不管身在何处，我东渡日本传律的心愿绝不动摇。师父，再见了，再见，路上保重啊！一路保重，保重了，再见了。师父，啊，是祥燕吗？啊，师父，您怎么了？看不清楚吗？哦，我视力模糊一段时间了，没事儿。只是，师父。从那时起，祥燕师兄成了师父的拐杖，为师父拨开挡路树枝，绕过拦路水洼的都是他。然而，祥燕，你喘得挺大，不碍事。我们休息一下吧，师父有点累了，想要喘息一下。哦，各位师兄，大伙儿休息一下。祥燕，你的身体很令人担心呐，来，我来为你把把脉。
是，师父。翻过大余岭，我们就乘船下赣江。祥燕，荣瑞走了，你也走了，而我又老又瞎。师父，等会儿我们要到寂寂寺，请师父先到那里安歇。哦，寂寂寺。我们一开始打算东渡的时候，就是在寂寂寺准备粮草的。是的。感恩大和尚，为日本付出。我刚刚从东河回来，新船在那儿打造。数以千计的僧侣、信徒、官吏跟百姓，纷纷涌上街来迎接师父。我深深地感觉到，大家都希望师父能永远留在扬州。请问大人，这次求见鉴真师父所谓何事呢？是有关大师东渡的事情，想来询问大师的意向。弟子等人在很早以前就听说您决心东渡日本，广备佛法，期间虽然经历了五次失败，心智却更加的坚定。今天我们来拜见大师，当然是希望大师能随我们的船队回日本国，只要您答应，我们随时都可以启程。有关大师东渡的事情，先前大使曾想正式的呈请，希望得到大唐朝廷的应准，但是出人意外的，皇上却希望我们也能邀请专精仙术道教的道士们同行，这倒真让我们为难了。大和尚您有所不知，我们日本国渴求的是德高望重的佛教戒师，更何况出发时并没有要我们邀约道士回去，恐怕犹如使命呢。我和大使商量后决定不提出邀约的名单了。大使和副使的意思是，师父您如果仍然同意随我们东渡，朝廷方面并不一定需要知道。一切万起大和尚斟酌方便做个决定。明了，明了。我一直在等待东渡的机缘，而不是朝廷的应准呐。先前是如此，现在也是。你们定好日子，我随时可以启程。可是师父，您的身体跟眼睛
如果瞒着大家涉险，朱山长老一定不会原谅弟子的。司徒，就因为我年纪大了，身体也老朽了，才更不怕这份危险。更何况我的法定要为荣瑞而动传，我的脚也要为祥燕而远行啊。这些日子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索东渡传法的事。司徒，此时此刻更需要你充当我的眼睛啊。快，就在前面，大家再赶几步路就到了。师父，我们已经到达江边了，登上小船，顺利走到扬子江中心，大使他们的船就停泊在那儿等我们呢。师父，师父，请等一下，师父，请等一下，师父，师父，师父，请留步，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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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大和尚要东渡过海，今生今世恐怕再也没有灵训的机会了，特来请求师父为我等欲结佛缘，为我们受戒。师父，为我们受戒吧，为我们受戒，师父，求求您为我们受戒吧，求求您师父。就这样，师父在第六次东渡日本之前，于扬子江畔为24位沙弥受沙弥十戒。之后我们也抵达黄四浦，与藤原大使会合。大师辛苦了，各位师父也都辛苦了。在下的计划是，我和阿贝搭乘第一船，大和尚请上副使的第二船，大师觉得如何？哦，一切就依大使的安排，老衲坐哪一艘船都能自在，都很好。大和尚，还要委屈您先安置您在夹层里面，当然了会有点不舒服，等到出海再请您出舱。大半先生不必客气，老衲发愿要到日本国弘法，这个安排哪算得了什么委屈呢？天宝12年11月16日，第六次东渡的航程正式起航。普照师遥望江岸，心中百味杂陈，在唐20年，今天终于踏上归途，但荣瑞师已经不在了。只能让风把心意随缘送。
多年的梦，就让风把消息飞一送。日本天平圣保五年12月20日正午时分，船队中的两艘船，包括师父所乘的第二船，停靠在萨摩国阿多郡秋七乌浦。在历经了12年五次失败之后，终于到达了日本国。一直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他们不论经历什么也都能像我们一样平安无事。好在这回我们算是有惊无险。可惜祥燕和荣瑞都等不到这一天了。师父说的是，不过两位师兄是不会有遗憾的。大使藤原清和跟阿倍仲麻吕的第一船不幸在半途遭遇台风，漂流到了安南。船上连船工在内180多人，过半遭到当地土著的杀害。藤原跟阿倍等人劫后余生，最后留在大唐为官，终老于长安。回想当时没坐在第一艘船，也可能是上天冥冥中的祝福，让师父跟我们终于可以踏上日本东渡船法。大徳和上、遠くより走破を渡り、この国に投じる。誠に我が意に沿い、嬉しき多頭うることなし。我、この東大寺を作り、10年余りを経る。樹海を築き、戒律伝授を望む。この心、日夜忘れず、今大徳、戒律伝授すべく遠くより参り、我が心に誓う。これより後は、戒律伝授すべてを大和上に任す。天皇还赐予师父传灯大法师的职位，期望师父传递佛法的光明直到永远。公元754年4月5日，师父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设立起了戒坛。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依序登坛，请师父授予菩萨戒，接续又为皇族成员和沙弥400多人授戒。这一下子，咱们自是受戒的僧人，突然变得没品没学起来，心里还真不是滋味。是啊，就算要咱们接受新的律学，可是也不代表原本的律学是错的呀。他们说只是受戒，没有仪式，没有受戒师和正师不能算数。他们也说自是受戒，听凭己意决定，这种方式没有约束是弊病的来源。面对大唐新律学，我心里头就很质疑。除非怎么样？他们说服得了我。师父，我们真的要跟他们辩论吗？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这是厘清戒律制度的好机会呀。可是我们就算有满腹的道理，却无法用完整的日语表达出来啊。让我去吧，我会说日语，我会尽力把师父的想法表达出来。好，就这么决定吧，让大家都来听听想想，听明白了想清楚了，就能知道什么才是正信，能有所抉择，就不会入迷途而不返。师父，弟子一定会尽力而为。一场奠定日本日后受戒律的辩论就此展开。先雑教に曰く、在家であれ、湿気であれ、もろもろの衆生が症状なる戒を受けんと望めば、すでに罪を犯し、
樹海ならさる者も、懺悔法を修行すれば、身も心も、一切が善と化し、樹海が可能なり。师父，现在换贤井师论述了。教你曰く、修行も、在家も、出家も、一切が戒律を守らんとせば、戒を授ける良き師を得られず。普照看起来怎么样啊？直播。普照师一直皱着眉，很专心地听着他们说的每一句，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普照有些紧张也是正常的，毕竟与他对话的是大名鼎鼎的智中师和贤井师。现在轮到普照师论述了。律儀を自ら授かる者、何故にまた頼り授かろうとする。悪より遠ざかり、仏の加護を授かるには二つの法があり、その一つは懺悔なり。いかなる時も、いずこでも罪犯し時は深く恥ずべき。这就是我熟悉的普照师，沉着而平缓的话音，只是他现在说的不是唐音。普照师的声音越来越沉稳，越来越流畅，接口也越来越敏捷。倒是刚开始气势汹汹的智中师与贤井师的声音渐渐变得疲软，没那么顺畅了。我想是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吧。大和尚，我们心服口服，请为贤井等人受戒吧。五月间，用戒坛的沙土开始在卢舍那佛殿的西面动工兴建戒坛院。从大唐带来的华严经、大品经、禅门、诸经要集、摩诃止观、法华文具等等，都被日本僧人争相借阅抄写，也因此大唐经卷及论集得以不断地流布四方。进进出出的人潮越来越多，朝廷苦恼的是不知道要如何收容这些涌进奈良的僧侣。我倒是有个主意，前些时候纯仁天皇赐予师父一块土地，不如我们一块去劝师父将那里改建成寺院，专门传律，规范僧侣们立守戒行。好是好，大前提是要天皇能够同意我免兼大僧都的行政职务，这样兴建寺院专心传律才有意义啊。而地点就在我曾尝过一口泥土的那块福地吧。就这样，在师父东渡日本六年后，一所专供僧侣学习戒律的仿唐建筑寺院唐律昭提寺竣工了。没多久，师父带着普照师和我移居唐律昭提寺，一面为四方的僧徒讲学，一面为唐律昭提寺的规划和扩建竭尽心力，日夜操劳。这段时间的努力对日本的建筑与艺术影响颇深。此外，在医术的贡献上，对于药物真伪、收藏、针灸，师父也都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这种无私奉献的行仪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哎，四庄师兄，忍吉师弟，出了什么事？我梦到栋梁摧折，我心里很不安。
栋梁摧折。栋梁摧折什么？司徒，我往生以后，你可以在戒坛院立作肖像，至于住房就让给其他的僧侣去住吧。徒儿记住了，徒儿用故乡扬州的干漆夹柱法为您塑像，可好？很好。扬州和尚嘛，用扬州的土法挺好。咱们把它做的跟您的身形一样大小如何？只要是你们做的都好。那师父的眼睛是要睁开还是闭起来比较好？让他们闭起来吧。孑然一生，六次东渡，走过来过也都看够了。五月六日，师父结痂敷坐，面向西方，停止了呼吸，享年76岁。师父圆寂后三日，头顶犹有余温，我们久久不舍宾殓，火化之时阵阵香气四处飘散。誰？この人はね、千年以上前の中国のとっても偉いお坊さんなのよ。そのお坊さんはね、日本の仏教の発展のために中国での高い地位まで放棄したのよ。それにね、いろいろな困難を得た上、ここへ来て仏法を伝えるために自分の目まで見えなくなったのよ。へえ、どうしてそう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かったの？鉴真和尚从14岁随父到扬州大云寺参法，见闻佛法的博大高深，立志出家修学，首从大云寺智满禅师剃法，续拜道岸律师受菩萨戒，再至弘景律师座下受具足戒之后，用功精进。46岁任大明寺住持，以佛陀的侍者广行教化，长养圣胎少龙佛种。55岁日本学问僧力邀赴日传律。自鉴真和尚表示，此为法事也，和习生命而展开东渡传法的事迹，至今仍影响日本文化。如唐代建筑的唐律昭提寺、书法、药草医药学，现今药袋上仍有鉴真和尚法像。14世纪之前被称为日本医学始祖，并曾设立碑田院施医施药，广结善缘。由于鉴真和尚的传律弘法，使得僧团有了循规蹈矩的完整僧伦，一代中国高僧的行仪云厚天高，足以作为后人学习榜样。想了记得中，只能让风把心意随缘送，百转千回。
消息。